达尔。请回岸上等我。如此多的洋鱼，机会难得，快封锁整片湖面。我国凡夫，见到我等捕捉洋鱼，还不速速退避？这洋鱼分明是我们引来的，你们怎么敢如此撒野？今日走运，收获不断呀！其他人杀了，把这两个美人留下。你要杀谁？杀你们这些荒域罪民！是谁欺人太甚？我撒饵料，你们来趁火打劫，事后还想算计我，不收拾你们，对不起我的辛苦。受死！快赔，小心！这湖中有一，快退！休想逃跑！这大鱼看起来比一般的王侯都要强，若能出来，肯定能炼化更多神性物质。让他跑了，都怪这些坏人捣乱，不然那杨鱼王应该没这么胆小。说得对，所以得找他们弥补损失。你看看，多好的机会，才刷了这么点。这么多，这得有几百条吧？你还嫌少？哎，你手中的洋鱼本是我独角族的猎物，还不快物归原主？今天请你吃全鱼宴。Thank you.
明文镜后期果然不凡，呼吸之间仿佛与这天地规则与秩序的波动相互呼应。那边好像有什么东西。这些猛禽在此流连环绕，此处一定藏着什么东西。这么嚣张，肯定是好东西。一个蛋还会召唤雷电，而且这温度也太烫了吧。这枚蛋蕴含大道碎片，生机如渊似海，吃掉的话肯定会让我发生一次大蜕变。可要是等它孵化出来，说不定能得到一种太古宝术。哎，怎么办，吃还是不吃，这是个问题。扫雷走运。